没那耐性，直接上大锤。哎哎哎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哥，搞定，好啊，大哥，你们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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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嫂。没干嘛，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。你拓展空间，占我们家墙干嘛呢？大哥，那不是你家里屋啊？那是我家里屋。咋过界了他？大嫂、我本来不想过界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。你套壁橱啊？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，我正扫灰呢，好嘛，一个大腿抡过来了，幸亏我躲得急眼，要不然我这个脸呐，可就破了相了，知道吗？干嘛嘛，真是！哎呀，大哥呀，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！